各位亲爱的朋友，大家晚安。啊，我想应该要讲晚上好。我不知道马来西亚来的人要怎么说了。哦，马斯曼纳的。好，晚上神与我们同在，怎么都好。愿意站起来跟我们一起活动的人，请你站起来，跟着我们的动作一起来动。Yeah.
时刻是好的无比的。和师母，你放心，我会带着我的同工一起来参与。
在十二月初的时候，杨光牧师是在这个场地，全场温州人已经超过88桌了哈。所以我相信神要赐福，大大的赐福啊！杨光牧师所带领的他们的温州人，我们在这里先请杨牧师来为我们做一个开场的跟谢班的祷告。弟兄姊妹，晚安。我们安静下，一起祷告好吗？天地的主，至高的神，我们敬拜你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你让我们弟兄和睦同居。因着耶稣的名，我们这些来自不同教会的弟兄姊妹，我们能够在这里欢聚一堂。我们谢谢你，因为你爱我们，你爱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位弟兄姊妹，尤其你爱活水得胜教会。主，我们谢谢你，因为你赐给他们一个更大的更好的教堂，我们为此向你献上感恩。今天我们在这里有一个健康感恩的忏悔，主，我们谢谢你，因为你恩待这个教会，你已经扩张他们的境界，求主你将得救的人数继续加给这个教会。主，求你自己恩待这个教会，让他们弟兄姊妹教牧同工，同心合一，兴旺你的福音。主，我们谢谢你，求主你恩待今天晚上的晚会，主，让我们众人都经历你自己的恩典，赐福我们众人，洁净桌上的食物，带领我们下面的时间，你得着一切的荣耀，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